花园里的花，上君怕是在北海还未曾看过吧？北海？难道是那个北海上君青墨？这女君怎么有些眼熟？难道我见过？北海无花生长，青木确实从没有见过此花。竟真的是她，声音倒还不错，可她明明和景昭暧昧不清，却还在这私会女仙君。是我思虑不周，这花花草草有什么好看的？青木上君经常游历三界，看过的美景肯定更多，想必不会在意这些凡俗之物。倘若有机会，我也想随上君多去三界，看看那山河之景。景昭如果知道自己被挖了墙角，我独来独往惯了，带着你怕是不方便。这青木上君怎么一副不解风情的样子啊？算了，关我何事？我还是快去找博玄好了。我母神九万岁的寿辰快要到了，她也想见见上君，不知上君是否有时间可以前往天宫参加寿宴呢？他便是景昭。寿宴上宾客众多，少青木一人不少。再说，届时我应该在闭关修炼，恐怕去不了天宫了。青木上君不必自谦。何人在此？你在哪里？青色容颜。你是谁？抱歉，走岔路了。站住！不过是一个偷听的小仙，上君何必在意啊？这小贼不简单，你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青墨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能躲过去，没想到你灵力这么低。上君了不起吗？上君就可以随便耍别人吗？我只不过好奇，听你说了几句话，你就可以这么羞辱我吗？你的衣裙我会赔给你的。我这衣裙你赔得起吗？那我便将这剑送给你作为补偿，可好？这破剑把我整得那么惨，看我不好整。罢了，有我的仙剑跟着，总能找到他。